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至第十节，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咁所以而家比較看住多資訊，啲人就發覺從好多蛛絲馬跡，佢相信咧，其實 UFO 本身就係時空穿梭嘅人類嚟嘅。其實咁只不過佢哋唔知係咩身份啫，就係知時空穿梭。因為而家最近嘅一啲研究所顯示咧，以色列正式宣布咗研究時空穿梭機啊嘛，因為佢哋喺粒子撞击当中发现了时光可以倒流那些现象，想着用那种科技去研究时空穿梭机啦，这样。所以变得越来越多发觉、原来人类的研究和科技当中去发现呢，原来这粒子是可以时光倒流的，它可以回到你之前的。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预知，即已知和推论的话，很多都已经推论到 UFO 其实是时空穿梭来的，而不是说所謂外星嚟嘅其他種族咁樣啦，咁所以咧，而家咁睇啦，再翻翻去，其實佢哋所有嘅推論，但係同我哋所講嘅真理咧，係越嚟越貼合啦，因為證據越嚟多嘛。咁所以第二點咧，就一定會有好多受害者嘅，因為好多受害者就係其實神讓美國喺俄羅斯毀滅嘅時候咧，最尾都其實係會俾佢哋喺信仰上一個 test 嘅，即係好嘅信仰係賺多啲嘅獎賞。差的信仰俾佢有機會翻身，在那段時間去相信神，所以三部曲一定會有的啦。第一是大量資訊出現，呢個第一部曲；第二部曲一定有大量的受害者，譬如好似拐帶諸如此類呢啲。而第三咧先至係完全毀滅嘅，所以變咗唔會話突然間噗一聲出現乜都唔知毀滅咗。咁而家用呢個 angle 去睇嘅話咧，咁其實呢個佈局又幾得意喎。因為點解個佈局得意咧？因為原因就係話，其实在整个我们所见的 UFO 的事件当中， Freemason 本身他都有他的角色的。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半个世纪里面去布局了一个的骗局出来嘛。而布局这个骗局开头就想着去呃钱啊，成日因为现在每年都40亿美金是帮 NASA 的嘛。但 NASA 已經係有聽證會啊，有成啊，啲人走出嚟講話 NASA 呢嘢假嘅，即係因為而家 NASA 播出嚟嗰啲片啊，全部都係吊威亞，同埋你係錄報警嘅。咁因為現代已經有 CGI， 咁已經證明咗佢係啦。而家挑戰翻佢就係話，你咁樣咪即係每年呃我哋40億去拍錄報警出嚟？但你每一段出呢啲都話你喺太空啊嘛，但係全部嗰啲都證明咗你係錄報警啦，而家咁噶嘛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，好得意嘅，就係、是、喺局中局当中咧，好些而家嘅人啦，或者科学家喺自由旨意底下选择开始咧，去挖掘好多 NASA 呢一啲嘅嘢，而佢觉得佢自己揾到个秘密，知道个秘密就是、其实有 UFO 嘅，其实有外星人嘅，明唔明啊？即系话换句话讲，点解佢哋会做呢一啲，即系摆到明迟早会穿煲嘅呢啲嘢，佢又会做而做咁耐嘅咧？咁其实好明显就系导致佢哋人类自由旨意底下咧，都可以去選擇有神啦，定係信有外星人。因為有外星人嘅話，唔需要有神啊嘛，嚇。因為其中一個好興嘅漫畫或者好多嘅幻想，都係講緊咧，就係人類講嘅神其實係外星人嚟嘅啫，咁樣嚇，即係佢創造咗人劈喺度，咁即係當我哋係一缸金魚咁樣去養金魚咁樣養我哋喺裏邊嘅啫。咁所以換句話講，以現時嚟講，佢哋各方面嘅推論同埋各方面嘅考究啦，而家越到末後日子，呢一啲嘅佈局慢慢揭出嚟嘅時候咧，就越嚟越多，起碼超過一半人以上喺美國其實係相信係有 UFO 嘅，係啊，即係相信係有外星生物嘅。而並且就係、是、當然咧，越嚟越多嘢公開嘅話咧，呢、这、一個咪對於呢一班人嚟講，咪一個非常之急劇嘅考驗啦。因為最大問題就係話，當神翻嚟嘅時候，佢要嘅唔係話極之高速嘅毀滅呢個世界，因為就係聖經都記載啦，主耶穌用佢口中嘅氣都可以滅曬所有敵人嘅。你諗下，哇！即係嗰度使乜一瞬間啊，都唔使啦，係咪？但係點解要拖七年呢？點解會有1262日咧？
其实是被人类在这段时间当中脱离他们的主罪，今天去尝试想想生命是什么，他自己应该怎样回应这个生命，还有他在个过程当中在绝望当中究竟他选择是善良还是邪恶呢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特别对好的人来说，他能够最尾完成他这个人生考试。即等于你去考试的时候，有时候最尾剩下五分钟十分钟，那些先生会讲一讲嘛，啊，大概剩下五分钟十分钟。那变成对于一些人来说还犹豫，或者有些人来说会尽力再做，或者有些人即是 wonder around， 慢慢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混有障碍的话会不会直情即时赶埋呢？即其实人生在世，我们就不知道目的是什么，神知道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变成他最尾会可以说压榨回我们本身最尾最光辉的一面出来的。所以会用苦难啊、困境啊、死亡啊，让人会考虑救援和拯救这些的方向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至第十节，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末日期限匆匆，浮世血气结中，日月随着沙粒流去，没法掌控。风沙卷嚣尘，人还是闲沙漏，展开倒数世界暴往剧中。爱叹伴最好动物似响起，再让随争战厮杀黑困中哭就起，愿主战危险防备，神恩传记，烽火高于岭，万民悔改献祭，石安发声和央视起，全地觉醒，离罪恶鬼向主寻找时代契机，转向神愿信息，鉴明是与非，心降悲心欢喜，显神气。